点吧。快点啊，师傅，小心。哎，走啊！嗯，哎，啊，呵呵，哦，哎，嘿嘿，啊，啊，哦哦，哎哎，这，哎，啊，徒弟们，啊，师傅，你们看好一座雄伟的宝塔呀！啊啊！哎，太好了，这塔下边还有一座寺庙，咱们在这儿可以好好歇歇脚喽。哎，可不是嘛，走了这么久，又急又渴的，连点水都没有。就是嘛。哎，猴哥，这火焰山的火是把这水都给烧干了啊！又胡说，呆子。哎，这地方没有水，怎么竟是黄土啊？你看，就是。师傅，哎，去去去！施主，你给口吃的吧。您行行好，给口吃的吧。施主，善哉，善哉，八戒。啊。我佛跟弟子为何如此狼狈？就是啊，啊。师傅，二师兄，啊，你们看。给点吧，行行好吧。给点吧，给点。孩子，来，上这边来，我给你点啊。嗯。哎。去。哎呀。悟空。悟空。师傅，你看，这些和尚为何如此遭罪啊？小崽子。起来，来，来，别哭了，小和尚，吃吧，吃吧，啊，长老好请，哎，来，啊，哎，啊，这，阿弥陀佛。你们快把他救下来！哎，我来，我来，哎，我来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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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哎呦，哎呀，猴哥，你做饭也不说一声，你害得我老猪摔了一跤，你这个弼马温，你真是，你看你，哎呀，你看他那个师傅，切莫高声啊！啊。快走，快走，哎，背上，背上，哎，这边来，快走，这边，快点，哎，好，嗯，长老请，师傅，请，嗯，啊，来来来，快，来来来，嗯，快背进来，背进来，快，啊，阿弥陀佛，唐长老，请随我来啊！八戒啊，悟净，啊，你们要好好照顾他。哎哎，来，嘿，哎，嘿，哎，啊，哎，啊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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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妖怪叫什么名字？啊，我叫奔扑霸，逃走的那个叫霸扑奔。起来！啊，谁偷走的宝珠？是碧波潭龙王爷的驸马爷。啊，快说！
是九头虫偷的。哼，九头虫。哼，九头虫。猴哥，又是他。快放我下来。妖孽现在何处？小徒已带他殿外等候。哦，速请唐僧的高徒上殿。是。唐僧高徒上殿。啊！哦，哎，哎，你看，哎，来了，哎。就是，快点！高僧，这就是妖怪。这就是妖怪。哎，一条死鱼如何能兴风作浪？盗走国宝，陛下，佛宝就是被这黑鱼精的主子偷走的。就是那乱石山碧波潭万圣老龙王的驸马九头虫，与金光寺的僧人并无关案。嗯，高僧仅凭一条死鱼，令人难以置信呐。陛下，出家人不打黄鱼。尽管小徒尚未捉得盗宝之贼，还望陛下开恩，宽宥金光寺无辜众僧。僧人是否无辜，寡人自有决断，请高僧放心。猴哥，咱们俩呀，把那佛宝给他找着，看他还有什么话说他。皇帝老儿，你不要目中无人。带俺老孙寻回国宝，捉住妖怪，看你还有何话讲？看你个什么话！走。